Hello， 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今天呢是给我们的小朋友带来一个非常可爱的，来自于我们迪士尼系列 Winnie Pooh， 相信我们的小朋友应该都不会陌生，就是我们的小熊维尼。它呢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的小朋友呢提高学习兴趣的一个多功能语言学习机。然后呢，我们在今天视频当中呢，是想给我们的小朋友做一个拆箱的一个展示，让我们的小朋友呢，对于我们的学习呢，是更加的有兴趣。在我们之前的视频当中呢，是有一些家长或者是有一些小朋友呢，给我们留言说到，想要看到更多的关于我们小朋友上学或者是上小学能够带来帮助的一些小的视频。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找到了一个这样的 Winnie Pooh， 是非常能够适合于我们的小朋友呢，提高学习兴趣的一个学习机。在我们的学习机上呢，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字母，然后还有我们的数字，以及呢我们小熊维尼以及他的一个好朋友的一些这个玩偶。我们可以呢把它这里做一个调试，你可以把它放在你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个模式下面，比如说去学习这个说话，学习去怎么样去打招呼，学习去怎么样跳舞，各种各样的一些学习的一个情景场景都可以呢在下面有一个调试。然后我们这个 Winnie Pooh 呢上面是有一个这样的屏幕，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屏幕呢，然后它就会打出它自己的字。我们可以装上这个叫什么电源之后，就可以把它打开，然后上面呢就会说一个 Hello， 我的名字呢是小维尼铺，欢迎你来到跟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今天呢是先来学习哪个字母呢？那我要先学，我学 A 好啦， A 应该怎么说呢？好吧，我们就先来学 G 好了，然后等等等等都可以在这上面呢看到，可以让我们小朋友呢在学习之余他还有一个这种学习的一个模式，会每天呢给你就是复习一下之前新学的一个单词或者是一个字母，然后之后呢会有一段时间呢是给你做一个小的游戏，然后让我们的小朋友呢去玩，学的更加的有这个效率。做了游戏之后呢，可以锻炼我们小朋友的一个这个学习的一个平衡能力。比如说呢，这里还会告诉我们小朋友的这些驴子啊是怎么一个拼， Easel 是一个小驴子的一个名字，然后还会唱出各种各样的一个小歌等等等等，都是非常的可爱。然后你这里呢可以跟他进行一个互动，比如说呢你可以把这些字母呢都打进我们这个游戏机当中或者是一个学习机当中，如果你答对的话呢，就会在这里呢是有一个给你的一个鼓励，一个奖励。会让比如说在这里跳舞，跟他一起跳舞。让你呢去模仿他的一个动作。你要模仿他每一个动作，然后呢跟他一起来做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小熊维尼的一个舞蹈。也是非常的有趣。我们这个小熊维尼呢还有小虎跳跳都是在这里呢是转动了他的耳朵。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想给你带来的迪士尼 Disney 系列的一个小熊维尼维尼破的一个多功能语言学习机。希望你能够喜欢。如果你还有更多更好的意见与建议的话呢，或者是有更多的一些想法和你们的愿望，都可以在视频下方呢留言给我们。我们呢这个频道每周呢都会推出非常多的一个新的视频，大概是有30多个。如果你订阅了我们频道之后呢，都会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一个推送，这样的话呢能够方便于你下次能够收看到我们的视频。欢迎你能够订阅我们的频道和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赞。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喽，拜拜。